要给重装，要重装，然后又装不好，然后又装不下来，然后我就又重开，然后重开机，那不管怎样他都不理我，我这是会被他气死，我这是要被气死。真的是会气死，然后刚又想说天，就是这到底是还要等多久？那台手机 S2 啊，明明是 S2， 贵，真的是很傻眼。你也可以开个大眼睛，哦，大眼感觉好像厉害。海丽，我看起来还人模人样的吗？我是黑糖糕，你今天哪是？你是？罗赖吧，是吗？你今天是罗赖吧？为什么是罗赖吧？为什么今天是罗赖吧？网络不稳是怎样？不要再闹了，手机，真是不要再闹了，手机，不行再闹哦。我想说，我先跟你们讲，因为我今天晚上有事情要抢。这种最不开心的就是我今天晚上有事情了，所以我其实今天不能开，好吗？我今天顶多开了12点、12点半，我就一定要关播。就是 W， 就是 sorry， 今天不能开那么久。就是我后面还有事情要弄，然后我就超不开心，我就说：“天啊，可不可以赶快开始？可不可以赶快让我开播？”开始点忙完，没事没事，我难得有事情要忙耶。然后我今天在画画，我想说，我来画画给你们看。对，就是之前不是说。想看我画画吗？我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到，哎，这样看得到吗？前面要干嘛？只是因为我哥哥是明天生日，所以我想帮他简单庆个生日。我想说不要太晚，看得到可是镜像，这应该还好吧？反正就是看得到就好。看得到吗？帮他庆生，手不抖吗？我3天3夜手都不会啊！对，这样我怎么画？这样，可是放在桌上又看不到。这样。这样呢，跟尤鲁还有熊妹去看展，看得如何？这样可以吗？会不会太亮？我是说这个荧幕。可以再调暗一点，就是其实就是这样，我也看得清楚。这样看得到吗？
好的，那我就边画画边讲。这个是在画许愿池的东西，就是有人想要我画那个爱德利学 7 的那个一只咪咪这个，这样。你现在正在一首歌没开的意思，然后呢，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反正我就边画画边讲，就是今天，要讲那个，上次我就看那个子弹列车，然后有的人想问我感想，然后我就来讲一下，就是其实我对子弹列车这部还蛮高评价的，听说有的人好像就是觉得还蛮微妙的，是吗？听说好像评价很两极，但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呢。就是该怎么讲，他从音乐开始，就是剧情虽然说就是有的时候会微出戏，但是因为他就是你如果知道他原本就是个改编自日本推理小说的话，其实就很能理解，很多就都是那个日本人的笑点，知道吗？就是日本人很常会出现的笑点。然后又有什么热血对战，然后会买一些超八七的梗这样，然后有时候会突然很出戏的切一些就是观众可能不常看日剧的朋友不太懂的一些吐槽梗，这样可能会是这出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有些不看没有在本身不太会看日剧，然后也不太看推理小说的人，他可能不太会 get 到那个笑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剧情很浅显易懂，就是虽然他预告片的搞得好像很悬疑一样，但是其实他从头到尾他剧情都说得非常明白，就是每一个谜团都很明显。每个谜底都超级无敌明显的，然后剧情走向也还蛮单纯，虽然有一点点差速法，但是不影响观看，我觉得。再来就是讲那个武打戏，不说那武打戏就是很精彩，这样很特别。我进戏院以前，我还想说，天啊，神经病吗？是叫汤姆克鲁斯，就是。不是啊，汤姆克鲁斯，为什么会讲汤姆克鲁斯？我反正就是，我开始想说，是找布莱德比特来演日本人吗？不会吧，因为我完全没有看那个预告片，然后我就进戏院看了。然后，我只能说我真的是从头笑到尾，就是我觉得他有的地方真的做得很好笑，真的很好笑啦，我觉得，感觉已经偏搞笑片了。如果你不想看那么沉闷的电影的话，可以去看这一出。我觉得他打架的地方就是也很过瘾，然后剧情很好懂，然后有的地方藏的梗也不会到太难猜，这样算是另类的王道电影吧，王道战斗番的那种感觉。有点银魂纳威尔，所以大家看了就大概就知道了，反正就是有点银魂纳威尔这样。看完不太喜欢，毕竟我不相信命运，说干。可是他就是电影嘛，电影好笑就好啦。而且你都知道他改编自小说了，然后我觉得音乐还蛮闹的。就是在一个还蛮紧张的时候，然后他会突然放一个很动漫、很热血的音乐之类的。我是蛮喜欢的啦，至少我跟尤鲁从头到尾都在戏院里面大爆笑。
然后这个是那个许愿池的图，所以我不打算画的过于复杂，然后画个差不多就好了。现在画到哪里啊？是不是剩头发啊？好像是剩头发哎。我想一下哦，这边要不要加点什么东西？好像可以要加点什么东西。画画这种东西就这样，凭感觉。不晓得哎，但是我觉得难得有一出电影，就是会让我觉得看完之后出来，然后不会觉得太冗长。它片长有两个小时那么长哎，但是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觉得很冗长，就是我很长，我是那种看电影很长会觉得哦这一段有点拖戏，可不可以赶快进主线？就是很明显有太多的支线剧情的那种感觉，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整部电影可能需要一些起承转合，然后它可能它沉的地方做得太冗长了，真的是会看不下去。然后我觉得这出电影不会让我有那样的感觉，所以我看的还蛮过瘾的，120分钟蛮刚好的，四部，我觉得可以去看看啦。就是我电影开始播之前，其实坐我旁边的是好几个男性观众，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兄弟吧，然后就是还有人在那边讲说什么等一下播完之后记得叫我起床哦，这样有这种对话哦，然后结果我旁边那个人笑比我还大声。什么意思？你画画这台很贵吧？这台不是我的，这台不是我的。为什么会有这一台呢？这台呢？就是呢？因为之前帮人家画委托，这台算是那阵子的公务电脑。这台算公务机这样，但后来也没有被征收回去，就变成我有点半拿来自用这样。得砍机 ，dash， 有人可能会觉得说，有钱买这个？没有 ，not mine， 也不是人家送的。没有送。不是北送，是没有送。就随意画画这样。先这样，484很久没帮人家做事，也没有来委托啊，也没有来委托。中间也是发生很多事情啦，这个就不方便多说了。然后就是有发生一些事情，我研判应该人家也不打算拿回这一台。说できる限り，我们还是不要浪费东西，就拿来用。这样，错的不是东西，发生了いろいろ大変なこと。
ってしまって。但是毕竟出问题的总不是物品，总是人嘛，我们就还是要物尽其用，珍惜。至于发生什么事，这个是真的不方便讲。但总之，这一台算是公务性质的电脑。有点想立起来画，看不太清楚，现在有点反光，我的荧幕。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取得那个平衡？就是你们也看得到，我自己也看得到，这样吗？直播应该说边画画边闲聊吧。总之，我觉得子弹列车就是整体下来很有趣，不太是我想象中那么复杂的一部什么悬疑啊、推理啊什么，不用推，一切都很老套，一切都很荒唐，一切都很无厘头，不用去思考，哇，就是个 fiction， 一个虚构。大家可以去享受那个电影的编排，然后原创音乐的部分，还有一些还蛮好笑的彩蛋。先说，总之我结束之后跟嘉颖是看什么东西都是柠檬跟柠檬跟蜜柑。至于为什么是柠檬跟蜜柑，大家自己进戏院就知道，看完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东西了。柠檬跟蜜柑。蜜柑在我心里就是一对 CP， 到处都可以吃 CP， 对，没错，看电影也可以。我现在随便上那个阴影，凭感觉。画画就是一个这么随性的东西，凭感觉上阴影。上第二层，我妈也是被我吓到，就是那个我也是，好像在边看电视的时候，然后我就边画那个，在边画八打手，然后就画着画着，那个节目才刚开始没多久，我怎么画的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我妈就被我吓到，你也画太快了吧，这样。就是涂鸦而已啊，这种都是涂鸦程度，没有要初稿的。没有什么稿件压力就可以随便涂。我可以爆料某 NDD 吗？豆走，请不要客气，千万不要客气。客气你就输了。怎么了 ？Andy 怎么了？来讲，请讲。人讲真正莫计较，我毋是个真正，所以袂要紧。尽量讲，来请讲。像我露涂到一两根头发，超闹。
还可以露图的。一点线条感，今天有发招募限动，我要招也是被是不是其实就是很想要签下去，就是迟迟找不到一个理由，想把这个锅推到别人身上。好了啦 ，Andy， 你签下去了啦，好了啦，签下去了啦。不要紧啦，人生只有一次，不要后悔呢。就是我最近有想要再开一次 QA 台，你有兴趣吗？想画哪一种？想要画哪一种光点？我觉得大家要习惯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画画的时候超级无敌安静。我今天我就是从礼拜三到现在，就是很犹豫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要不要开画画台。因为其实我画画的时候真的很安静，很安静，但是你们想不到的那种程度，像刚刚一样，就陷入一阵静默。然后直到我突然想起来，其实我在直播，我不是真的自己在画画。救命！笑了，怎么可以安静成这样啊？可能我要改姓周。你怎么知道我想 QA？ 真的吗？到底是招募还是找嘴？这个不好说呢。喷枪，
大概是这种感觉吧。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个图层，我先合并一下。然后这个是啥？哦，糟糕，组合，这是嘴巴，先要开一个那个衣服的图层。衣服要画什么颜色啊？那个手臂肌肉线条存在感，真的假的啦？完全不知道自己动笔的时候那个手臂肌肉线条感是什么感觉。我查一下有什么衣服可以画，好像就是这个橘红色可以画哦。怎么是橘色啊？橘成这个德性，画两条那个黑色丝带。现在进度在这里哦。こんな感じですね。いつみみつきくん。こんな感じですね。で、次はね、じゃあ再画衣服了。衣服的话挑深一点点的橘色。然后笔刷调大一点，用力的给它刷下去，已经变咖啡色了。糟了，想调。不是很好看，再来一条是 Revenge。 はい、 OK、 こんな感じでいいんじゃない。沿着铅笔稿，然后把那些多出来的颜料擦干净，这样的习惯是这样。妈妈有上过色彩学课吗？奈奈，我的画画认真，从小到大无师自通，自己来，也没怎么在看线上的教学课，就是都自己慢慢摸索，这样。喜欢自己摸索的感觉吧。像这个软体，虽然我有稍微查过说，哦，大家就是会用哪一种笔刷，哦，然后开始画，然后我吓到了，难的。なんで？急？急だね。何？何？それ。发生什么事了？可以不要这样吗？是我摇晃到桌子，所以上面都会掉下来吧。也没有到天生神力那么厉害啦，就是也是一直摸索啊，这种东西就是多练习吧。而且加上我是真的蛮喜欢画画，我是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是每天都 off 的话，你们会注意到我 off 的产量是真的超级无敌高。就是如果哪一天真的没有工作的话，那天的产量是真的超级无敌高。就是如果那天我也没有行程，完全不用出门的话，那一整天就是锁在房间里面，一直画画，从小就是这样子。如果要去图书馆什么的，我也都在画画。嗯，奇怪，说好读书呢？啊，用到那个，想一下。这边再刷多一点，好烦，让两边不平均。这样，就是先刷个大概，先刷个大范围之后，然后我们再开新的图层，然后来上一些简单的阴影啊什么的。我还蛮喜欢水彩这种就是很自然的笔触。
很温柔的笔触。我小时候其实很不会用水彩，所以可以像这样子用水彩画图，还蛮开心的。它的效果是真的蛮像，真的蛮像那么一回事的。小时候啊，连去就是连什么过年的时候啊，去亲戚家，我都一定要身上带一本那个、带一本画画本，没有一天没有一天停得下来，就是每天一直在画画，一直在画画，我画到就是老师都觉得说，如果我少画一点画，是不是就可以考试考得再好一点，这样的那种程度。但是我就很喜欢画画、啊。想做什么事就做，欢喜的喝，不是这种收藏。好多了。我们加一点点白色的反光线。我也太安静了吧！我真的是有点太安静了，对，什么线？差不多就这样吧，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加，好像也没什么可以加东西了。得看机，干哪，干哪。那看着干啊，这样不是细节都花到了吗？没有，细节并没有花到。手绘红包袋让亲戚长辈塞钱钱吗？没有那么夸张。然后存个档，然后再来就是把资料夹变橘色。見つき。で、これ何？あ、これは綿もんね。バタ。もん。見つき。
好麻烦哦，决定要用键盘，不然还是上不去。咪字 K 什么奇怪的状况？咪字 K， 嘿，こんな感じです。完成いたしました。みつきくんです。妈妈会支持你画画吗？还蛮支持我的、啊，他们都觉得我画画很厉害。边画边听音乐会有影响吗？还好。哎，是那个旺仔仔哥哥吗？对，哭啊！是真的厉害，蛮厉害啊，有吗？こんな感じです。みつきくんです。ちょっとここで見たら、ちょっと色はちょっと違った感じがするよね。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就是这样子看的话。就是直播上还是有点色差，我等一下再把它丢到那个 IG 上面。然后我刚刚差点画到睡着，这也是很常见的事情哦，我很常画画画到睡着，真实案件。缩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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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小。在变魔术，我再把它变成那个许愿池那个图的大小。存档。这样是第几个？一二三四五，许愿池五号，直接编码就快。太安静了，是没戴隐眼吗？还是太累想睡？看荧幕的眼睛像安妮亚，因为那个就是为了让你们看清楚荧幕长什么样子，所以其实我还蛮该怎么讲台灯。就是那个亮度调得很低，不然你们会像这样子完全过曝看不到。但其实我这样子就是它很亮的状态下我画会比较轻松一点，你知道吗？晚上下雨，没问题，马上来。不然我这样子画下去我会睡着。要放什么？要放什么？放下那个好的。什么东西？我觉得我的电脑那真的是觉得我的字有多歪，都不认得我的字是什么意思。听这个好了，从头听。
上有了 TIF， 哦，瞬间精神都来了。我要看剧情。再来画谁？是不是有人希望我画小霞？阿憨坐姿认真可爱，嘿嘿嘿。小翔，哦，突然想到，我是那个前两天我不是跟熊妹去那个救助回站的那个快闪店，然后。有人就问我说：“我怎么没有约翁同勋？我有约，但是他没空。就是他自己没空，我没有办法。我有约他。小翔什么话？”看看小翔托尼卡姑，我都会稍微先研究一下那个轮廓长什么样，然后再开始画。想看什么画哦？三头帽子太画好。今天不是深夜台哦，我今天后面还有事情，而且我明天一早还有培训，所以我今天就不开太晚。到底有什么 AK 耶？有什么可以让你们看清楚的画面啊？为什么阿憨日文这么好啊？这样一说，的确新饭不会知道，就是我从小就喜欢看动漫，然后我差不多国中吧。国中开始会去解读一些，就是会去看那个日文歌词在讲些什么，然后就是看了之后，然后就是把歌词拆解来看看那个单字有哪些，然后就慢慢学，然后也是都在学动漫人物在讲些什么。デカンジ？
啊，我的笔有时候真的不听话，好烦哦。还在干嘛？然后在那之后是高中的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声优，就是因为我喜欢看动漫，然后到后面变成喜欢声优，然后喜欢声优之后，就是想听懂他平常就是广播在讲些什么，然后部落格在写些什么，所以就是慢慢学一些单字，就是自己一直去 Google， 一直去 Google 这样，然后 Google 的过程当中，就是慢慢背，慢慢背，然后词汇量变多，然后就是会在脑内自己进行一些模拟简单的对话吧，就是这种通常是你自己练习之后会变得很厉害，就是练习那个模拟对话之后都会变厉害，就像英文一样，你如果假设说你今天在路上遇到外国人，然后你去跟他对话的话，你应该要讲些什么，就是做这些模拟情境的感觉。然后通常最简单的，我最当初学的一段日文是自我介绍，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这样。然后再来就喜欢看偶像吧，然后开始会听歌啊，然后越听越多啊，然后动漫开始挑战不听，就是不看字幕，然后开始挑战看日文字幕。然后一开始其实我看不懂片假名，我是听得懂，然后也会说了，但是我看不懂，然后也不会写，就是听说读写。我是先会听说，然后我不会读写，我完全看不懂。然后那个片假名是我到大一的时候，我才开始慢慢啊一五 a o， 然后强迫自己去慢慢一天慢慢记，然后慢慢练习，然后记起来。然后我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去考了日检，然后那个时候考试也是还蛮艰辛。那时候考试就是，其实我要自己在脑内把那个题目念出来之后，我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我一定要把整句念出来，然后我才知道题目在讲什么。我还觉得隔壁人会不会觉得这个考试的人很吵，一直在那边塞塞边。其实我没有特别准备日检，我就直接去考了。就是听说我的程度就是 N3 会很容易，所以我就先去考了 N3， 然后 N3 也蛮顺利的过了。这样，你听力应该很高分。我又要去找成绩单了，成绩单在哪里？没有看那个都不知道。成绩单谁会记得分数？哥哥证书是在这里啊，怎么看分数？哎呦，我手机亮度那么低，什么都看不到，还有什么都看不到。ちょっと見ますね。我的小分表，我听力满分，谢谢。但是因为我没有学过正统日文，所以我反而不会文法，我不会传统的文法。但是就是后面这些都是满分的。
听力很差，看反而强哦，也不错啊。我觉得每个人学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听力要强，就是你真的要常常听一些简单的对话，就是可能日剧啊、广播啊，因为广播其实大多是在念明信片的，就是很多广播节目都是在念明信片这样，所以会用到的基础对话都差不多。明信片，对啊，就是日本那边很多偶像艺人啊，就是如果有自己的那个广播的话，通常都是就是会开一个信箱，然后让粉丝可以寄实体明信片，就是写信给这位艺人，然后他就会在他的广播上面念出来，用抽选的方式然后念出来。我真的超喜欢这首啦！没有，我跟你讲，其实我不看日剧。最发气的是，其实我没有在看日剧。赛车。你直接查英文会快一点，它的日文是 frustration， 但是翻成英文就是 frustration。Frustration， 我的英文不是很标准，大家不要太在意，毕竟是半个日本人。没有啦，开玩笑，没有日本血统的，没有，真的没有。找时间 cover 看看，这很累哎。这个很嗨耶。就是哦，他会很嗨的状态，真是一首好歌。なってます。这个影片我已经看了有三次还四次，已经大概知道要干嘛了。哦，他要起飞吗？这个会吧。这个，哇，这个真的是超想学，而且这我觉得这首超想，下面哦他都会跳，每个都会跳。
のそこに珍しい魚を見つけたみたいに、この胸の片隅初めてのドキドキ感じたんだ。我很好好，打起精神继续哈。上がる情熱の季節を、バレオはエメラルド、腰に巻いた夏、海の色を映してる。バレオはエメラルド、潮風の中で大人になった少女よ。昨日までと、までとどこか違うね。僕は君に恋をしてしまった。大人になった少女よ、世界世界中で中で一番綺麗な僕は君に恋をしてしまった。小翔啊，小翔，我跟小翔超不熟哎、欸，感觉像在画洋葱，画鼻子像在画洋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在试着用自己的画风画出小翔，你知道吗？边看图边画喽，好好好，先不要再阿里嘎多的那个，换歌我换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换下隔壁有什么？これとか HKT。噔噔噔噔噔，好，不好意思。就是我对 SKE 现在的成员，不是 HKD 现在的成员其实不熟，我其实不太知道刚刚那个就是非常大声的歌ってる，就是不太知道这位大嗓门的成员是谁。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他的耶。
后我看他耳朵怎么画。啊，我的笔刷，我的笔刷有时候就是很不听话，他很不听话的时候。反正耳朵在画上面一点。又在雷我，あの海へ誘っていた今年こそ二人きりで泳ごう願えた頃に君を迎えに行くよ oh, oh, oh. さあえ、我兄弟，我不会画兄弟球衣啦，等等。我在想要画什么动作。研究人家家里球衣哦，好像不错哎，画那个喷产图效率很高，因为就没什么，就是回归了以前那个很常画画的习惯。我以前本来就是差不多就是日更。就是真的有在画图的日子，就是每一天都一直在画画这样。我觉得完蛋，我跟你们讲，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自己已经太久没有唱 reset 的歌。我觉得完蛋了，我已经忘记唱跳是怎么回事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忘记那个公演的体力调节怎么回事。我昨天其实花了一些时间在复习公演，然后就是也不是说真的很认真在什么站起来跳之类，就是看那个公演的影片啊。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天哪，我怎么可以跳得这么丑？我怎么可以跳得这么丑？
么丑。一首，看一下，我也忘了怎么看公演，不许你胡说，我真的快忘记公演怎么跳。电绘有一个很讨价钵的地方，就是不像手绘，你可能画歪了，你就要就是都要擦布擦掉重来。没有，这可以网格变形，网格变形那是一个非常之犯规的功能，你知道吗？哪有这么偷懒的？啊 ，SK 这一段我其实有点吓到，就是怎么会突然这么 OK 杀的，就是。介绍一个六旗新人，你知道吗？但是因为那个六旗新人 很可爱，那就算了，你知道吗？然后算了，好吧，他超可爱的，香爆。其实就是他们唱的歌单，不都是我最近才唱过的歌吗？拜托，我是不是直接是歌单大神？等一下就要来画那个我不会画的那个 logo 了，所以小翔没有绑皮带是吗？小翔显然是没有绑皮带，我们想说是不是要画个什么
棒球衣的那种皮带，就发现没有哎、欸，小翔没有哎、欸，小翔，小翔阿丽娜也没有绑皮带。过这首歌词，反而是很喜欢这首歌的那个部分。看一下有没有草稿，哪里要改？好像没什么，就这边改算。快笑死！现在才注意到你们是不是什么都看不到？看得到吗？到底看不看得到啊？我已经不太知道了。我自己画得很开心。总之现在进度是这样的。上面人才看得到，哭啊！小翔，对，我在画小翔，白底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了。这样好了，看阿潘刚刚画了很多吗？画蛮多的哦，好像进度有点快哦，好像已经在上色了哦。
好像已经在上色了哟。我会先上好底色，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就是都先上好底色，然后我再开始画细节。差太多，笑死。大家看得到我画的画什么吗？真大致上是在擦掉超出线稿部分吗？是的，我平常涂鸦是这样子，这样比较快。养病去了挂停，天哪，什么你病什么什么你病了，你怎么了？什么
正常来讲，就是其实上色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是要细，就是如果是要慢慢画的那种线稿，就是慢慢画那种完整的图的话，我通常是会先用那个，先用油漆桶，然后把那个色块都用填满的，然后都填好之后，然后我再开始画细部的东西。然后为什么要用水彩笔？是因为我喜欢那种水彩笔那种，就是那种涂鸦感，就是它会让上色有点不平均，有点随性。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其实如果真的是用电脑在电绘的话，很多功能不用像我这样土法炼钢，就是什么擦布啊都可以用框选的，但是就是平板的功能比较少，你还不如这样子慢慢自己涂掉，速度会快一点。然后这样大概分了色块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画那个细部的东西。我觉得你们会不会今天看我开了那个画图台之后，然后你们再也不让我开画图台，就是发现我画图其实超无聊，看我画图其实超级无聊，因为我画图真的是不讲话，就是我没有办法一心二用，我好像做不到。我很努力想要做到这件事。状况是全世界都知道了对，还能放大，真的很方便，自己也在做事情挂着，感谢你。
要画腮红吗？画一下好了。こんな感じかな？こんな感じかな？小翔的脸。以上 HKT48 でした。本日は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目前的进度です。すごいね、HKT が。あとなんだろう。これとか。タンタンタラ。あら。東京アイドルフェスティバル、優勝者はウェブ。え、卡住。不可以这样卡住呢。哇，这个是这个我就不一定会画了，我的天啊！因为刚点石是因为我很常在画，所以我就也不是说我很常在画，因为我哥在很感谢祭的时候请我帮他画，我有印象怎么画那个 logo， 但是兄弟的我应该一秒看了一秒忘哎，我现在马上就忘了，天啊，我可能慢慢来了。然后呢？画了一笔之后就忘记第二笔，谁会记得啊？没有，我跟你讲，要画的像也不容易，好不好？画的很像是不容易的，要研究好吗？哈哈哈！伊豆咪酱一开始就大破音，救命！
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我好像会画了，等等等等等，我去旁边挑战一次。看这个呢，终于觉得自己画的比较像了。然后等一下，我他的叫声也来打吧，干嘛？
还有一个兄弟的商标画，托地府口。然后突然开始超不爽。超突然。いけるだろ。行，要画那个，要画那个兄弟那两个字，你知道吗？要写那个。我可以问一下吗？现在上面都是写兄弟还是写 brother？写 brothers 是不是？好像是哦。现在是不是上面都不是写兄弟，是写 brothers？ 出来，泽泽，两种轮着穿。我写兄弟。兄弟没错，兄弟比较少字，Brody， Bro， Hey Bro， Hey Bro， Hey Bro， 好，我写兄弟，不离不弃是我兄弟。有一个桃甲波啦，就是等我一下哦。剪下涂层。不好意思，打虫。没有要描图，不描图，我们不做描图这种，不高兴，不要啦。我跟你讲，我这人不描图的。我刚画这么辛苦，当然不会描图啊，想什么？是放在旁边呢、啊，放在旁边看。
行。哎，你们知道会师这件事真的，如果有人用描的，是真的会延上的，描图是会延上的，真的不行。你宁愿描得很歪很丑也不可以描图，真的描图是真的会延上啦。啊，台下的台下哦，他都很激动耶。我觉得我应该12点之前画完喽。有秀白边是不是？要秀，没看过这么复杂的。好，秀白边对我来说非常简单，白边就是多开一个下面那个图层，然后把它周围圈一圈白的，下面涂白，哎，结束，哎，秀白边秀好了。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要画，小霞。
小翔，你怎么没发？小翔，还要画米芝诺呢？还好我以前算是有画过米芝诺，所以就还好。就在最上面，黑底黄字。用这个图层，先画一个米芝诺出来。可以啦，我可以啦，刚刚什么我都画了，等一下哦，先把那铅笔稿擦掉一点。欸，我这兄弟，我真的觉得我超厉害，真的是超猛。嗨，豆豆，可以开始夸奖了吧？啊，可以开始夸夸了吧？可以给一点夸夸了吧？这个程度可以给夸夸了吧？我画过美金能 logo， 所以不会很久。以前画钻 A 的时候，还有画那个小排球的时候画过美金能。然后这个应该是白底。然后这个图层就可以删掉了。不离不弃，是我兄弟，不客气。夸夸了吧？这该夸夸了吧？那个美金浓超快。
る9月6日にですね、集英社さんより5周年を記念するアニバーサリーフォトブックの発売が決定しました。詳しい詳細などはですね、明日のお昼の12時に解禁されるので楽しみにしていてください。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改めまして、私たちイコールラブはですね、2017年の、この東京アイドルフェスティバルで、初めてパフォーマンス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んです。そしてそこからこうやって月日が経って2日目のトリを務めさせていただけて、本当に本当に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看一下，好像那个腿上面是有黑白，然后袖子旁边黑白，然后黑，然后才接白。好的。好的。这个可以夸夸了吧？拜托，这个小翔的细节。你很棒，是不是？我很棒，我很棒，是不是超敬业？哎，用错线，用错颜色画底线，吓死了！消光一点的咖啡色，来这里，到这里，擦干净。好，我要开始加快速度，我要开始加快速度。前面都是在拖时间，你不要拖台前了。好，不拖台前，啊，快速完稿啊。快速完稿，哎，后面就简单了吧，后面可以了吧，可的吧，稳的吧，是不是？先黑再白，先白再黑，先黑再白，哎，所以中间画一条，哎，没有问题，先黑，太黑了，好的，不好意思，回去重练。很黑的，问题，然后再白的。裤子边好像完全画不到，没有关系，我们就把细节体现在下面这个叫手套的部分啊，手套，手套，手套啊，没有问题啊。多出来的地方擦掉。想小翔收到这张图会高兴。好，こんな気持ちを込めて、はい、ちゃんと。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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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な感じですね。ほぼ完成だと思うよね。ほぼ完成だと思う。然后命名一下。こんな感じですね。もうほぼ完成だと思う。で、ちょっとちっちゃくなってる感じ。
じですね。完了いたしました。はい、完成。はい、拍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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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いたしました。はい、存档です。好，这个应该是许愿池六号选手。嗯，等下播之后就可以po许愿池五号选手跟许愿池六号选手的。哎，今天画了两张图，哎，非常高效率，哎，没有问题的吧？没有问题吧？我现在把大蒙，把大蒙为什么突然少了一个图层？哇，吓死人！大蒙，阿尼亚酱，斯托贝里，弗兰基。아마칸지스네샤샹또뭐루루허허루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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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补上去啊！等我一下，马上补啊！暗红色是吗？不管怎么样，红色就对了是吧？好，补了，搞定，马上搞定，再帮你存一次档，帮你存一次 PNG， 许愿十六，储存取代 ，OK， 谢谢小翔。小翔，好啦，你已经讲几次改了改了，有没有看到红色？红色，我没有色盲吧？可以吧？红色，这是红色吧？我有改 ，Hello， 亲爱的，要讲几次？从小都这样吗？从小都这样是不是？看一下谁曾经还有点过什么图，我看一下。看一下哦，有人希望我画那个，有人希望我画天空龙，我不就想知道天空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尾拳那一只吗？然后有人希望我画沙库拉全体，我只能跟你说無理です，因为太多人了。今は無理だと思う。然后嗯，希望我画赛马娘，赛马娘，你要跟我指定哪一个角色才行哦。这个我不太知道要画什么。然后有人希望我画穿球衣的阿潘，也可以跟我说一下要穿什么球衣哦。不然我就自己挑。天空龙游戏王是吗？游戏王天空龙怎么画的可爱啊？救命！也不是不行啦。然后有人说我画火箭，然后我就跟我妈讨论了一下，不是，我很久没有刷火箭，因为忘记火箭长什么样子，超过分。应该是说要欧西里斯吧，应该希望我画欧西里斯啊，我猜。当然是全部成员啊，当然是做不到，莫里勒斯马上画掉。哇，穿森大宝的球衣不错啊，我还没买啊，不对，我没有要买啊，这个也要买，没有啊，没，不是球迷，不是，不是有火箭抱枕吗？那个是鱿鱼，卡通世界，天空龙，适用吗？适用吗？天空龙？画孙悟空，哪你哪个悟空？有人说要画喜欢的食物，我好像也还好，就是没有特别想画主题。我看看，可以画一般浪 life 的火箭啦，然后天空龙也可以。
然后球衣这个我真的要想一下，然后反而是有人讲我想看画，就是我自己在打球的样子，这个我以前就是在社团时候画过类似的东西，所以我办得到 OK， 这个我就可以接，这个单我接。阿幻脚大拇指怎么那么翘啊？真的假的？我自己都没注意过哎，我大拇指超翘，哎，真的哎，哈哈。我这一定要是浪的火箭吗？哎，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人没有讲。Denise you 呢？总之现在能剩下我可以画的东西只剩下三个委托了，目前看起来就是。比较能画的东西剩下三个委托，这样我可以先来画火箭 rocket。 不然就是要很残念的跟这个人讲说其实我画过了让life的小麦云发文的时候会 tag 小翔吗？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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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一下小翔。rocket， 然后什么小麦精灵吗？小麦粉精灵是吗？可以啊，可以啊，小麦粉精灵，小麦粉精灵很可爱耶。哎呦，这个字忽大忽小，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小麦粉。精灵，大家有想要我画什么吗？大家有希望我画什么吗？还可以点图哦。鲑鱼握寿司来两罐，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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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这些鲑鱼泥泥两罐，好好笑。那我要怕恰狗，跟一个三丽鸥，好哟。Come on， 没有问题。怕恰狗是吧？怕，我刚才写成怕爆的怕，我真的快笑死，写错怕。好欸，怕狗。小朋友，我有点可是想问你，又不太难。欸，你点了什么？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吗？因为我现在平板这边没有办法过去看问答。平板好像没办法看，没办法看那个精选的回复。安之沃公谁？鲑鱼卵手卷不要。洛克人你知道吗？哎，我没有看洛克人呢，小时候没看。怕没了那个生物，那不是吉娃娃吗？我跟尤露露。哦，你说什么啊？想起来什么什么野餐什么东西的是吗？可以画鱼露潘吗？我觉得可能不行哦，会很尴尬。不死者之王达雷，达雷。总之今天就是先画了两张图 ，des， 先画了 Mitsuki 跟小翔 ，des 呢，こんな感じですね。ドラえもん、なんで？ドラえもん、ドラえもん。
没看过，这季已经出第四季了。谁？我很认真，我很认真。ごめんなさい，还真的是没有看过，但是。给都买りました。所以现在总共有几张单？一二三四五六七，总共有七张单哦。希望可以早日把它消化完，然后就可以接新单了。所以吧，听说 MV 出版已经出来了啦。可以换 Sakura 吗？不行啊，不行啊，人太多啦，还嫌人多了吗？明明我们已经人最少，我还嫌人多了吗？期待爆炸啊！至于哪一天会上，哦，我还是真的也不知道，我还真的不知道啊！最近要开始练习四周年了。目前可以透露的工作进度在这里。我不知道，就是我不是有去那个，我们来聊一下天好了，剩下三轮弄我来聊天。就是我前两天不是有去那个咒术那个展吗？下礼拜公演见，阿扎斯。不是没公告，你不要讲。哎，没有啊，不是啊，啊，不是啊，啊，反正四周年也没跟你们讲什么时候啊。啊，我们开始练到半到上场很久了，还很久了，卖想我了。我每次都练超久的、啊。也都还在瞧好吗？真鸡蛋糕招待吗？不是，就是我去那个咒术那个快闪店，就其实就是君君带我去，然后就是跟你们讲。我会约熊妹，单纯就是因为我知道熊妹超喜欢咒术回战。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像我这样，我去漫博，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其实我都有跟，我现在都会跟经纪人报备，然后说可以去就可以去，然后就是他会跟我讲说，就是可能不要太带太多人之类的，然后我就稍微想一下，就是怎么样去取得平衡，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带太多人其实对君君不好意思，就是人家也不是说就是哦一定要给我们这些机会，就是不能太怎么讲狮子大开口感觉，然后我就一直在抓那个平衡吧，然后就是希望说以后有类似这种机会，然后都可以去找到说就是真的喜欢这件事的成员，就是希望不只是说就是这样出去可以多认识一些人，也另外是觉得说，因为我自己以前经历过那种，就是以前真的经历过那种，明明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我超级就是超级超级无敌想接这种工作，但这种工作永远都没有我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失落感，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我自己去看了《咒术回战》的快闪店，然后我自己拿那些公关品，然后真正喜欢咒术回战的成员一定就会觉得说啊他也好想要，这样就是我希望是可以就是让这些人哦去参展，然后他们也开心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漫博会带 Yuru 去，就是因为8月1号不是原本那个公主连接那边就是有站台活动嘛，
所以我们就挑了一天没有站台活动去。然后那也是经济就是姐姐告诉我说，就是希望还是以我一个人为主，所以我就有问她说，那如果我带毕业成员去会不会比较好，就是她可能不太希望说，哦，就是怕我们被跟啊或者是被拍啊什么的这样。所以就是在就是之后也会有一些有的没的机会，但是就是希望说就是这些机会可以给真正想要的人，真正迫切需要的人，就是我比较想做这样的事。因为我的就是你可能带熊妹去，她不一定是真的是去认识厂商，但是你光看到她很开心的在那边拍照，然后很开心的拿到公关品，很高兴的在那边开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值得，你就会觉得带提前带她去体验很值得这样。这人在适合的地方，对啊，就有点像，就是其实鬼灭的展，其实我也可以拿票，就是也可以拿公关票。然后这个事情我有跟经纪姐姐报备，然后她还说，这就算我们私人行程，就是其实我们也不太需要，就是太拘谨这样。然后，就是我就有在思考说，哦，那到底是谁是真正喜欢鬼灭的？然后就是约那个成员去这样，就是。会希望说，就是不管这个成员平常他到底机会多不多，我会希望说，就是我这边获得的这种机会是给真正喜欢这件事的人去，因为我想看到那些人，哦，他真的就是收到这一份礼物很开心的那个脸，那个表情，懂吗？凌晨十二点，对哥哥生日快乐，嗯，再播一下要下播。嗯，阿欢想要多好贴心，还好啦。然后内心持续呐喊，超好笑，熊妹狂，这里面真的超好笑，她真的狂传讯息给翁同学，她说哎看到狗卷，然后就拍照，然后传给翁同学，然后你的翁同学起笑，因为翁同学秒读秒回，超好笑。但是公关票就跟公司礼貌上报备一下就好，因为其实我们那种公关票就是我会担心说，哦，毕竟你知道，有时候真的私人行程反而被叫去泡茶，所以我还是会怕嘛。所以就是后来有努力试着去争取，我觉得还蛮值得的。让欧欧回讯息的技巧，狗卷，讯息里面含有狗卷，马上回。萨拉玛乌兰达文，下给，就是，总之就是，我觉得小心为上啦，就是。其实像我们去那个快闪店，其实有一些媒体会稍微就是拍一些照片啊，或者是什么 coser 需要 po 到粉专的那种大合照，其实我也都很担心就是这样子的行为会不会不好，但是就是有上报过，然后就我是说网上全报过，然后就是得到的反馈就是好像也还好，所以就是就是太好了，对，不会再被找去泡茶了，害怕，真的很害怕好吗？很害怕好吗？拜托，因为一些饭局，然后甚至不是这种公开什么站台，也没有跟厂商有关的这种，就是什么有私接工作嫌疑之类的私人聚会，都可以被。抓去泡茶了，我还是会很害怕的，好吗？还是会害怕，可能我上辈子就是只海狮吧，跟小海豹是好朋友。还是会不知所措。我很突然不好意思。
居然开始打歌，最近刚补完的补。我觉得真的是要多出去看看啦，因为是人家带我们认识厂商，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人家不一定对我们有兴趣这件事情，就是会开始感受到，哦，其实业界就是这么一回事啦。我觉得自己去看会快一点，知道的事情会多一点，三只还是会不知所措，好吗？还是会不知所措。好，会这些还是害怕都同年代的，哭啊，一种不同的体验。对啊，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我会带优鲁去好了，就是我会选择带优鲁去，一开始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不晓得他未来想做些什么，然后也不晓得就是未来人生规划，就是毕竟哎，年轻人就是随时都在变嘛，虽然知道他近期的规划，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他真的很喜欢动漫，然后如果可以借此机会，然后让他认识像木棉花我大哥，像认识大哥，他搞不好哎，以后就是真的他对动漫这么有热情的人，搞不好他就去木棉花上班之类的。我觉得都是就是人生没有什么一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他来说好像还蛮是一个人生的另一个选择的感觉，所以我就选择带他去这样。我看他也蛮开心的，就真是太好了。再来就是一些什么，就是可能收公关品之类的这种事情，可能还要再试着跟姐姐聊聊看吧，就是还要再取得共识，就是我自己也都在想到底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因为毕竟现在成员感觉没有人是这样子自己出去跑展，所以感觉已经是另外一条路。我觉得其实经营的好对团体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才觉得我想再去争取看看。那时候也跟君君讲很久，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不一定能为君君带来什么注意，因为他的圈子跟我们圈子其实不太相干，然后就是一些大人上的问题也是，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就是我很不好意思，就是如果我只是跟你拿好处的话，我觉得这样很过意不去，我觉得做人不能这样，就做人就是好互相。可是他是真的人很好，他就觉得说就是没关系，因为演艺圈其实就是这样，就这个圈子就是这样，要互相带。当然我也是很感谢他这样，虽然我现在还不太知道就是这样子这些机会对我们团会不会真的实际上有什么注意，但就是努力看看这样，努力看看。我的最后一波，这个叫做我的最后一波挣扎，我再挣扎看看，后面是补光灯，是的，靠你开发最快了，我再做点最后挣扎。让我再挣扎一下，
哭啊！我只能这样说啊，就是我能做的我都做了，所以我也试着再做做看不一样的事情。再拼一次看看咯，虽然我也不晓得是这个到底有没有帮助，但是就试试看咯，不是没机会嘛，搞不好反而是对我自己未来有帮助。是不出现了更会乱接场的，笑死。考虑配音方向吗？不是听说很难赚吗？台湾配音不是很可怕吗？配音界台湾环境嘿呀没人吧，一人当一百人用。记得台湾配音这些日本韩国都共用。对啊，对，你看动漫，然后你突然会在韩剧，然后听到一样的声音，超好笑。一个人配30年，工作稳定，哭啊！喉咙出血，可爱。韩剧通常女生的声音就那几个，对啊。可恶，我听不太出来，没有，有的声线是真的超级无敌明显。苗栗小五郎。哆啦 A 梦跟娜美的声音真的很熟悉，对，哆啦 A 梦都配什么阿嬷之类，对不对？突然就超好笑，小夫就是小五郎啊，好可怕，全部都叠在一起。你们现在就知道我平常看动漫的心情是什么了，好不好？我平常看那个间谍加加九九的心情就是，张口拓也跟小野贤章，各大动漫戏剧到处都有小猪，到处都有小智。小智是谁？小智，就欧巴桑的，就是哆啦 A 梦声音，对不对？索隆声音也很熟悉，心里就是犬夜叉，阿尼亚中配超厉害，说对啊，阿尼亚可怜失败，失败，米莎，哇酷哇酷，今天做了很多事，我觉得我很棒。我今天白天还要去上班，至于上班内容是什么，不告诉你们。然后下午去干嘛？下午就去逛街，然后买了一条可爱的新裤子，然后做了什么？然后就吃饭，然后就回来了。啊，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在拍灯箱的时候，我今天不是路过那个小型灯箱，然后我。当然一开始会先路过 Mina 灯箱，然后就募集了一个在站内的，然后一个瘦瘦的，然后一个稍微壮一点的粉丝，然后那个瘦瘦的粉丝他就穿着 Mina 的那个圣诞 T， 然后还举着 Mina 的应援巾，然后再拍照，然后就想说我路过哦，我就这样从他的面前然后直接走过去，他好像没认出我，耶，好开心哦，
然后我就去拍闪亮闪亮，我就在那边闪亮闪亮，然后正是我在那边闪亮闪亮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那两个人，然后一起下那个手扶梯，然后那个手扶梯就在我闪亮闪亮的面前，就是他们又目击我第二次，甚至看到我在那边闪亮闪亮，但他们好像没有认出我来。很好，你很专情。很好，你很专情，至少你很专情，米粉。虽然不知道你是把团还是很专情，但我相信你还是很专情的，好不好？就不说了，我今天也在松烟遇到一个穿着嘶牙圣诞T的，直接从我面前哦，女犯，然后直接一个矮矮的，然后就是比我稍微再矮一点点的女犯，然后她就直接走过来，迎面往我走过来，然后我也没有避讳，我也没有低头什么的，然后我还看了她一眼，然后她身上就是那个 Love and Pila， 我是不是很像透明人啊？是不是全世界都认不得我啊？我明明就穿这样子，就是看起来还蛮显眼的啊。你是白皙透亮。什么距离远加戴口罩？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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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离我超近超近。为什么？因为我在拍闪亮闪亮的时候，我也在站内。shock shock。如果是马丁是拍小型灯箱，他一定认得出你。然后我就用这种脸看他，呵，那个阿尼亚的脸，呵。对啊，说声嗨是还好吧？说声嗨也是还好啦，说声嗨呗。我觉得那些人显然就是没有认出来，显然没有认出来，好不好？比那种路上搭上我的人看我的秒数还短。差一天就遇到我，我昨天下午在松烟，昨天不是星期四吗？我昨天下午也在松烟。来了来了来了，阿潘隐形人技能点满。不可能每个成员都有东西可以讲，所以会装没看到吧。哦，说有呢，也是有可能啦。看点别的技能好吗？就算戴着口罩还是有机会会被认出来。所以呢，你是不是看到咒术兴奋到模糊，没有人认得出来？不太可能啊，而且我旁边还有熊妹耶，不是吧 ？Hello， 对啊，会被集体出镜。可能第一眼过去都先看到熊妹吧。啊，那是可能啦，熊妹那么高。好啦，我看时间，我好像差不多该下播了。再晚一点，我哥哥可能就要睡着了，我要来念榜了。明天就是闪亮闪亮 ，PTSD， 出镜者联盟，让他想到翅膀。你要唱要负责，什么意思？我刚唱海
还吹，然后他让他想到翅膀，为什么是翅膀？男的什么意思？你要唱要负责啊？什么意思？我刚刚说什么？只是看场棒球就被出镜，太无辜了吧？我超尴尬的，我也是去看球，然后我就这样一进场，然后就 Andy 就刚好站在我面前，哎，这次不是背影了，还是会翅膀，还是会翅膀，什么意思？哦，翅膀是片尾啊，我操！真的没有看那种，对不起。好了，我要来念吧。今天没有晚安曲，我觉得今天没有什么主题，总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总结，尴尬。Andy 的背影算是小芋圆打卡点了，没有问题，大家都去打卡，大家都去他包包背后打卡一下哟。那我来念吧。今天第十五名是班尾，谢班尾。第十四名小谢谢小谢。第十三名阿基拉桑，谢阿基拉桑。第十二名小硕，谢小硕。第十一名小翔，谢小翔。第十名惠香，谢惠香。第九名是 AB Fly， 谢 AB Fly。第八名是吉米，谢吉米。第七名是中影，谢中影。第六名是 Direct， 谢 Direct。第五名是阿晨，谢阿晨。第四名是 Happy Love， 谢 Happy Love。第三名姚，谢姚。第二名是 Martin， 谢 Martin。第一名是 Andy。哎，公演就是下礼拜，我已经忘记怎么跳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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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卯足全力的冲！阿玛有透露这次升血穿哪一套了吗？没有啊！啊，小说啊，不会啦，不会啦，你会一条线的，一条线，一条线，好，一条线，没问题啦，健康的好不好？健康，大家都要健康，好不好？早日康复。好啦，那么今天就先播到这里。我今天好漂亮，谢谢，不客气。真漂亮，为什么这么好看？第三名歌名能力阿芬可以教学一下吗？第三名就是第三首叫什么？可以，这可以做难念呢。有挑战性哎，可以做你，是什么啊？可以。有魔力，有魔力耶，真的奇怪，像魔力，像魔力，可以的，可以吗？刚是不是讯号不好？可以，刚是不是讯号卡住？我刚看到好像右上角写那个讯号不稳，装卡。不要再装了，跟像魔力有关系吗？好像没有。不要瞎掰好吗？我这样，不要瞎掰好吗？我不会学呢，那个姿势，那个记得。记得就去偷了银行的什么，不要瞎掰好吗？我这样好像是可以下班了吗？对啊，可以下班吗？我知道根本就是可以下班吗？可以，好，拜拜。并没有，不要瞎掰好吗？
了啦，哎呦，好啦，拜拜，拜拜。